你说你干嘛呢？拔芦荟啊，去年种的芦荟啊，终于长大了。该不会今天就让我们吃这个吧？说对了，就是芦荟。这个能吃吗？可好吃了，绿色健康，嫩肤养颜。我不信。不信啊？别做好了，你抢着吃啊。每天一道家常菜，芦荟美食很哇塞。今天呢，民宿就用芦荟给同事做一顿芦荟大餐，芸香荔枝芦荟。来了来了，芸香荔枝芦荟。你说快点快点，下一道下一道。哎，你刚刚不是还不信吗？等着啊，芦荟蛋挞。炸，好香啊！怎么样，芦荟美食好不好吃啊？好吃啊！还想看民宿做什么美食？记得评论区里告诉我，我呢会写点赞最高的做给你们吃。视频的限围还有详细的菜谱，记得点赞收藏啊！好，来给我们民宿点点关注。